1943世界大战，阿妈年轻的时候，爷爷爱她那么多，他们感情很深，但是爷爷身负重任，就在离乡的那夜，给了阿妈一个吻，轻声说道，我要离去，别再哭泣，不要伤心，请你相信我，要等待我的爱，陪你永不离开，因为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，听我说声